然后我们今天来拍我们的卡车哦。那因为妈妈在做菜，爸爸偷偷把那个卡车偷偷拿出来给大家看。首先这个卡车呢是名片本，上面这个图案是爸爸做的，但上网自己找图片，然后加一加就变成这样子咯。好，我们从第一页开始来看，这是学生证。好，那 R 卡当然都是不小心抽到了，部分都是那个随着商品一起加入的卡片，然后这边有好，然后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玩偶像活动的时候抽到的卡片，但是相信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都是 N 卡，要抽到 R 卡或 PR 卡是很困难的。有小卡哦，有小卡，小卡就是上一次第一次那个公仔的卡片，这是背面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开始各系列的套装，套装卡片。小风的套装卡片，是妈妈搭的。还有小梅的套装卡片。那我们就快点把它看完吧。哦，要收集到那个的卡片有点困难，因为它其中一张上衣竟然是小卡。PV 卡，下面这两张都是 N 卡的，所以你要去找到那个公仔卡片才能收集到上衣。小蓝，爷爷一模一样，妈妈都把它放到别的地方了。大家有很多卡片啊，那如果你有很多重复的卡片啊，有不要的卡片啊，没有在做交流的部分呢，你可以把它放在偶像活动的机台上面。那有喜欢的朋友，大家可以在上面做交流或交换，大家可以一起把重复的卡片跟别人做交换哦。好，视频卡大部分都放在最后面，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视频卡。这张每月九，我记得是用抽到的。对啊，是 N 卡。大的都好像都是 N 卡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卡册。那接下来换日本卡的部分。这是我们去东京玩的时候抽到的卡片。但日本卡呢，只能在日本玩。下一张小蓝裙子。这个也是裙子，很好看的蓝色。跟衣服一起搭配的。Angela Sugar 背面全套是这样子，鞋子，这就是日本卡的部分。那后面还有第二弹的小卡，这个影片我们后面会再继续做介绍。当然，第二弹。
第三季的。那这部分呢，再看我们后面的影片。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有的卡车啦。将来过一段时间有再收集到一段卡册呢，我们再来介绍给大家看看我们有哪些卡片。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卡片咯。好，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。